请兄弟姊妹平安。今日我是要甲大家一撮思想，一个题目，就叫做“择优来赢过试探”。论到试探，咱知影，咱活伫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是伫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入去到一个世界，这个世界是一个有罪恶的世界，这个世界是一个有限的世界。这个世界是上帝掌管，但是魔鬼也存在，也未得到刑罚这个世界。所以因为这个原因呢，咱活在这个世界里面，咱的确会遇到试探。一直到有一日，当咱到上帝面前，然后迄个时有上帝的掌管，然后加上了你甲我的身躯已经变了一个未毁坏。有荣耀的身体，在那个时候，我们就这完完全全无过再入到试探的中间。所以呢，在这个过程也未入去到完全的过程，你跟我活在这个世界的时阵，咱依然会面对试探。所以呢，既然咱有可能会面对试探，咱要怎样来赢过？这个是咱今仔日要一撮思想的一个题目。我今仔日是要透过约瑟诶生命中间有一段，然后教示咱来择优来赢过试探。咱知影伫约瑟诶生平中间，伊有真侪起起落落，然后面对无同款诶挑战，诶，即包括了真侪危险诶情形，诶，包括了真侪冤枉诶情形，但是上帝保守带领伊过去。但是呢，有特别有一段的所在，教示咱关于到约瑟怎样来赢过试探。这个记载伫创世纪第39章，这个所在主要甲咱讲了几项代志。但是伫未讲到迄个怎样来赢过试探的时候，有一个观点，我爱甲大家先来分享。因为根据创世纪第39章，伫迄个时阵，咱看到约瑟本身和迄、那个。阿兄因甲因卖了，卖了的时候，然后就卖去到波提法的家庭内面。伫个波提法的家庭内，伊落尾，你圣经咧形容几项真重要的代志。头一项真重要的代志是啥物呢？就是讲到耶和华甲伊三合同在。第二项代志，当耶和华甲伊三合同在的时候，然后尽伊所做的物件尽拢顺利，这是第二项。然后当伊唔难伊做代志尽拢顺利以后，然后伊伫主人的面前，和主人看重，然后升伊到一个地步，成做整个家族的一个管家。伫这个做管家的时候，这个主人真清楚交代伊，我当管理所有的物件，只有一项无交予伊去负责，就是抱着我伊家己的太太。所以伫迄个状态内面，会做讲啥物？除了抱着我甲伊太太。以外，各项物件拢总伫伊的管辖之下。咱会做讲啥物？伫这个约瑟这块的光景吼，会做讲啥物啊？是不幸中的大幸。会做讲伫这个遐尼艰难的状态内面，现在我当升到一个地步，有法当升职，和上帝舒服。然后主要几个关键是一项，是上帝甲伊三个同在。但是我要问一个问题了。是不是代表有上帝三甲同在，这个人就无拄到试探呢？不是，不是，因为对这段圣经里面，咱知影，除了头前我所讲，上帝想赐了这个约瑟的波提法里面所有的恩典以外，上帝也予伊一项物件，是生得真正俊美，而且会做讲真缘投啦。但是咱知影。在上帝给伊这样的恩典里面，有一日，咱知影这个波提法的太太来看重伊，并且爱甲伊做对，并且到一个地步爱甲伊困。换一句话讲，伊爱甲伊一撮来享受迄款男女之间的情爱。所以你看到讲，这个有主同在的人。一个有上帝祝福的人，有法当可以做代志尽拢顺利一个人，
有可能拄到试探吗？有可能，有可能。因为吼，咱有时伫咱的思想中间，咱因为有上帝同在，咱就袂拄到试探，唔是？你若看圣经哦，伫旧约内面有将代志证明咱会看到。你会看到伫阿伯的判，这个人是真有信心的一个人。也就是讲，这个人本身愿意为着上帝的呼召，伊放弃了伊所爱的所在，伊离开了伊本家本族，家己迈向上帝要带伊去的所在，并且上帝咪甲伊讲，你去可堕落，但是我要带你去。但是你看，阿伯勒潘真有信心行上帝爱伊行的路，甚至咱逐摆讲，阿伯勒潘一个信心的老爸，你看到无？但是一个信心的老爸，伊嘛拄到试探，伊捌伫试探内面跋倒，伊骗两摆，讲实来是伊的什么？是伊的小妹，这个是叫做半骗。为了保存家己的生命，为了惊家己的生命拄到危险，伊就骗讲这个是我的小妹，事实是太太。然后甚至上帝也是不甲阿伯来判讲什么？伊讲你将你的囝，你所疼的囝，你独一的囝以撒来献上，这个偌大偌大一个试炼跟试探，你看到？但是咱感谢主，阿伯来判老爸赢过。所以你看看一个信心的老爸，有可能拄到试探，你看到？你看麦耶稣来到这个世间，伊禁食了四十日，然后伊就面对撒旦的试探。但是我爱咱注意，咱问一下，谁啊带伊去什么？和撒旦来试探？圣经讲真清楚，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是圣灵带伊去。所以换句话讲，圣灵带耶稣，这个禁食了四十日的耶稣，带伊去到和撒旦的试探。因为这个是上帝咧主动带领伊面对试探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咱知影，上帝本身虽然咱甲伊三个同在，上帝温存这样的试探临到咱，这个是有可能的。咱唔通以为无可能。这个时阵，咱的思想内面，咱有这个误解，咱以为我若甲上帝同在，就的确会拄到任何的试炼，还是试探，无啦，有啦，会发生啦。这就有一摆，我的丈夫这个红木树娘，真侪年以前有一摆毒瘤，伊就得毒瘤，伊胃瘤，然后面对就手术。然后，阮将将代志交伫上帝手中，但是感谢主，上帝带领伊经过。但是伫迄个时阵，有几落位问我一条问题，这条问题是啥物？我红木树娘这个人遐尼好，红木树娘这个人互上帝咧答应，为什么也爱拄到毒瘤啊？所以这款人的观点，真自然表达出一个思想，这个思想是啥物？上帝看重的人，上帝祝福的人，甲上帝同行的人，未拄到款的代志，唔是。根据这段经文内面，咱真清楚看到，虽然一个人甲上帝同行，伊也有可能会拄到试探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一个人若经过试探了的时阵，这个过程经过了的时候，有几项份的结果，头一个结果就让这个人本身了解这个人的生命到底他的基础，他的根基多少。第二项就让我们看到这个人本身，如果经过了试炼以后，经过了试探以后，他如果没拔下去的时候，让我们看到这个人的生命是何等何等的水，这个生命。所以对来讲，让我们看出我们生命的本质。对我来讲，让我们看出，哎，这个人确实有行动在一个人。因为你若无经过这款，你无法当彰显迄个生命的本质是啥物嘛？你看到一丛树，你讲这丛树的根偌深啊？你看这丛树到底
有法当挡偌大个风台啊？那是无大风台来，即丛树无法当讲伊是扎偌深个即丛树。所以呢，风台一来，你就知影伊个根基偌好，即丛树偌深个根基，你看到？所以呢，我爱咱知影，袂讲到即、這个。试探以前，头一个观念，咱万事得清楚是啥物呢？就是代表你甲我，你甲我，拢会面对。咱伫主内面，咱伫军队主的人，咱也会可能拄到试探。即、這个吼、哦，予咱有时阵会避烦心，咱袂即讲，哎呀，我伫主内面，所以我袂拄到，所以咱袂迄个警醒。所以咱知影哪会，咱会警醒。第二，咱也清楚安尼的时阵哦，咱也未拄到试探的时，然后咱艰苦的时，咱就拜完咱的上帝，咱未去拜完。所以这个观点，咱也清楚知影，咱会拄到为什么上帝温存这个物件存在的时，会帮助咱啊，帮助咱伫试探中间，咱未遐过跋倒，因为咱有警醒的心，对不？然后咱无拜完上帝，离开上帝，所以咱有迄个上帝依然甲咱同在，咱我当靠着上帝恩典来伫即个试探的中间，咱会赢过。所以就我未讲到迄个试探赢过的几个观点以前，我感觉即个思想我要先交代来，交代真清楚。你看约瑟诚实，伊伫保条法内面有上帝甲伊同在，你看到无？你看到上帝特别同在，伊所做内面尽拢顺利，你看到无？但是试探依然会来到，所以咱应该着警醒。所以伫试探的中间，头前咱一定着警醒，你看到无？咱唔通排怨上帝，你看到无？咱着抓着上帝，对无？如伫试探中间，咱着应该着牵着上帝，你看到无？所以这个是头前我爱同大家来分享。第二项呢，当咱看到这个。试探的事，你会看到约瑟迄个时阵吼，有几项代志发生。要头前，当伊伫迄个所在，伫保德法的家庭，有遐高的地位，佮遐尼缘投，做代志遐尼好，当然真侪人羡慕。但是这个保德法的太太，佮较爱羡慕以外，甚至要爱甲伊做对。但是圣经来形容。这个试探确实无简单，这又无简单呢。因为这个试探，圣经讲啥？伊讲这个波提法的妇人人哦，以目丧情，代表这个波提法的牵手吼，伊用目睭来对约瑟讲话。换一句话讲，伊用伊的目睭来表达我爱甲你做对的这个观念。你看到无？其实人的目睭会讲话哦，那言语无常。那欢喜看你也无相着，所以目睭有法当表达一个信息。了，圣经也甲咱讲，这个菩提法的太太吼，甚至开嘴要甲伊做对。你看到，伊唔是孤单用目睭来讲话，现在伊用嘴来讲话。那若用嘴讲话，甚至吼，伊要用手要抓伊。你看到，所以用手来讲话。所以你看到伫迄个时阵的约瑟吼，伊面对的试探是啥物啊？有一个富人人在我的什么身份的顶面，伊要甲我绝对，用目睭甲我讲话，用嘴甲我讲话，用手要甲我讲话。但是圣经讲，唔是孤单安尼，伊逐日，我来讲，逐日，这个无过，在迄个环境的内面，诚实无遐简单。所以，予咱看到原来哦，试探，有时阵临到咱的时，唔是你甲我有法通控制，是你甲我吼无法通把握，是外来的一个力，外来一个引诱，外来一个攻击，迄个你甲我无避免，因为当时约瑟无法通走，因为伊是奴才。奴才是属于主人，奴才无法通离开主人。伊若走去主人有管通掠伊，主人有法通为死，你知无？所以无法啊。
所以伫迄款的情形的内面，伊就乖乖顺服上帝带领，伫普提法下面好好将代志、将应该做嘅代志，该创真正好势，真清楚，真清楚。但是引诱要来，试探要来，咱无。你知影世界有真多真多的试探，伊咧攻击啦，伊咧引诱啦。有时阵咱袂避免，我讲几个实际的例，然后咱会看到。有一段时间我咧换车伫 S 咧行，咱知影 S 有一个电车，电车下面有真侪跳，所以跳吼，迄个所在有我当做真好的广告。一摆什么款的广告呢？是广告讲。有我未记啥物款，但是我会记的吼，是真侪款水的、女的，无穿的物件是无够薄的，迄款的上，然后一支挑一支，所以当你换车的时候，真侪人你看咯，你一抬头看到这款女的，穿啊无够薄的衫，上伫迄个所在，你知？有一摆有人咧统计，迄款情形吼，互人换车未专心，真自然的，你看到无？但是咱就行去 S 啊，咱就拄着，咱会看到这样的情形。所以我要讲，有阵的试探伊来车咱，除了我就行别条路。那行别条路的时阵，有时阵无法，因为你根本就经过条要去一个所在，的确就经过遐，袂走袂上。试探来车，你看有时阵这个风声的时，有真侪时咱来买物件。我嘛是三东，我都有时阵走去拉萨达买物件，有阵去 shopping 买物件。所以去买物件的时阵，有时阵买一项，你看一项物件以后，你注意去看，无偌久吼，哇！伫迄电脑内面有真侪，甲你讲，这个物件是你爱，这个物件是你捌看到，这个物件你试看卖，可能是你所爱的。伊用，这个是这个最商业平台，伫网顶最商业平台的一款的方式。用什么？用这广告，滴滴来攻击你。然后有时候你看咧，我都袂歹，都袂歹。安尼你就去买，你看着。所以有时阵话，真侪女的看到哇，这个皮包也水，愈看，伊愈介绍你愈侪皮包，你看你就买起来，对不？你看真啊衫真水，哇靠！你看滴看，到路边你买起。所以咱活伫一个充满了真侪试探的环境。在咱四周围内面，这款物件真多，这款物件一直在攻击咱。所以呢，咱要怎面对？咱要怎面对？即外面对这样外在环境内面，咱要怎去处理？但是这根据约瑟39章，约瑟做了几项代志。头一项代志，约瑟做啥？约瑟清楚甲咱讲，伊吼尽量避免，你看到？尽量避免。孤单甲这个菩提法牵手三甲做对的所事，换句话讲，我尽量避免甲菩提法的太太个别三甲做对。所以有时阵吼，要赢过试探，咱也知影咱软弱，咱也知影某一方面是咱所软弱的。第一简单，离迄个国家，因为吼，咱如伫迄个所在。咱如果跋落去，真像你若甲我爱跋筊，尽量离开群桥场，对不？唔通群桥场，离开愈远愈好。那无真大真大的引诱，有影无？真像咱若伫网咧，我甲你讲，有真侪人甲我讲，讲阮家吼，阮爸爸咧看色情的影片啦，囡仔甲我讲。你看到嗎？所以呢，咱要怎样呢？你有法当尽量伫迄个 setting 内面，啊，伫迄个电脑内面，你讲啥物？色情的物件，你给我看啦，该删除。因为我有时候用电脑，我无法当无用电脑，但足个物件，该你给我 filter， 好、啊，给我删除，好我你去看的时阵，皆是清气的代志。所以有真侪的方式哦，唔妨你甲我哦。在这个试探里面，咱有在攻击，咱若愈来攻击，咱愈爱入去。我跟你讲，当你愈爱在迄个入去的时，这两项外面在攻击，
你的心那如棍，这个如棍给人拔落去，你看到？所以约瑟真巧，约瑟在上帝恩典带领内面，伊真巧，伊尽量避免，尽量离开。这是头前咱看到物件，但是有一日，这个波提法的太太看到约瑟在伊的所在，伊感觉这个是真好的机会。你知道做啥物吗？伊就赶紧掠掉这个约瑟，要叫伊甲伊困。但是圣经甲咱讲啥物？约瑟一路要走，约瑟伊走，对不？伊走。甚至到落尾，这个太太掠推到伊的衫，但是伊另外将伊的衫脱起来，赶紧走。所以我讲哦，有时阵咱会避免，咱就避免。那我当走，咱就走。但是哦，伊这个时约瑟有法通走，为什么遐尼强的观念，何以有法通走？因为伊的内心有一项物件。伊的内心是啥物呢？我读给恁听。这是创世纪三十九章第九节里面安尼讲，约瑟安尼讲，在这个家里面无有比我大的，并且伊无留落一项无交乎我，只留着你，因为你是伊的妻子，我怎有做这样的大歹得罪上帝呢？你看到？所以换句话讲，约瑟确实有法当赢的。为什么有法当赢的？主要伊的内心的世界，因为伊的内心的世界讲，我敢敢做这款。派这款大派得罪上帝呢，所以呢，外来攻击是一项，你有法当走是一项，但是有时阵你无法当走了，无法当避免了。只有一点，看当咱你的内心的世界，这个内心的世界讲，咱也是敬畏上帝。这个内心的世界，那是咱有法当伫迄个所在。以上帝最大，喜悦上帝，无爱得罪上帝，这个吼会予咱赢过啥物？赢过试探。你知影伫雅各书内面，伊当伊谈到人伫试探中间，谈到人则要落伫罪中，主要的原因圣经讲啥物？毋是外在啦，毋是外在。外在的物件有上帝恩准，有魔鬼作为。亲像约伯拄到这个灾难，有上帝的恩准，有魔鬼的作为，然后到有发生代志，和伊隆重的家，迄隆重无去，这个是外在，这是试探对不？啊，是我当试炼，你看到上一项代志，但是赢无赢个，主要是内心，因为上帝吼恩准代志。是试炼咱，何咱有法当伫试炼中间长大？撒旦吼，伊三件代志，何咱伊的动机是爱咱跋倒，所以咱讲撒旦咧试探咱，上帝袂试探咱。虽然三件代志，但是完全无同的动机。上帝的动机要何咱加进一步，魔鬼的动机是爱你去跋跋落去，所以叫做试探。然后上帝这边来叫做试炼三件代志，但是赢袂赢个？也伫是毋是咱靠上帝，伫咱即个内心的世界，则要来去看待。所以雅各伫迄个所在头一章伊讲啥物？伊讲其实人犯罪吼，是因为咱内心的私欲啦。伊讲到啥物？伊讲到就亲像咧钓鱼，咧钓鱼。当你钓鱼的时阵，你的鱼钩你在时揢一个啥物啊？一只拖轮啊，还是一只虾，还是一个面头 ？OK？这个吼，佮客地下地底嘞，还是你要客地海嘞，还是河嘞？你钓鱼，但是什么时阵也过钓着呢？有两项，头一项是这个物件真引诱，也有其中一项是这只鱼，迄个时阵是唔是白？真好食，真引诱，但是这只鱼是白的时阵，我甲你讲，伊真艰苦，引诱伊去食。那是假设这只鱼呐如妖，这个物件呐如引诱，这只鱼游玩的个真贵去吃伊，你看到？所以，互咱了解真正的试探，咱要赢过也无赢过，是咱这个内心的欲望到底是强还是无强？那是咱内心的欲望完完全全对上帝的敞开，是敬畏上帝，咱袂好这款的物件。咱根本无看重的事，所以这个物件就袂引诱咱，咱就真艰苦落在试探中间，你看到无？
我讲一个咧，我讲一个咧，亲像，亲像我本身，啊，我无真爱食万事大甜的物件，啊，我是无真爱食，就鸡卵糕啦。所以呢，我问你，当生日的时候，就有人要送你鸡卵糕，当鸡卵糕摆伫你的面前，我问你，会引诱未？对我来讲，会引诱未？我根本我内面无爱食鸡卵糕，我问你会引诱未？根本袂引诱嘛，因为根本这个是我无爱的物件嘛。但是你若假使将这个物件摆伫是邪恶，哦，是邪恶啊，邪恶对我来讲是我爱，所以呢，若有邪恶的时阵，这个吸引我的力比鸡卵糕吸引我的力，我问你啥物较大？我相信你有法通给我一个答案，这个答案真简单，就是啥物啊？迄个我若愈爱，我跋落去试探是愈大愈紧。那迄个我若无爱，这个根本袂赢啦，无互我跋落去啦。所以我要提讲，原来赢过试探，除了迄外来攻击以后，咱有法通机会避免，咱别只能走迄个是第一好。但是到落尾吼，第一关键是啥物？咱的内心，咱的生命，是毋是讲我感觉最重要的代志得罪我的上帝嘛？所以当咱的内心若有这款的观念，真清楚一个观念，上帝，你听我，我无爱得罪你，我要以你所爱，正做我所爱，我问。当你甲我呐，以上帝所爱，正做咱所爱的事，咱会过跋倒袂？袂啦，袂啦。你看着无？所以呢，咱会要怎样赢过试探？第一重要的，那我当避免，咱就避免。那第二，咱的内心，迄、那个欲望，咱要怎去调整？咱若愈调整，如合上帝，咱的胃口，咱所爱的，如合上帝是相同的事。世界足个试探，袂赢过人，对无？但是这段经文内面是，咱看到，当伊知影迄个来了，迄、那个力来了 ，OK， 我袂再得罪上帝了，伊有完要了，所以就走。但是咱知影到落尾。这个波特法的牵手冤枉家母讲约瑟的创治，所以波特法就掠伊去倒了，来去坐脚去。兄弟姊妹，有时阵赢过了试探，无代表马上会记得，无代表马上你甲我得到平顺、福气，你所我爱我所爱的一个状态。无拄，因为圣经甲人讲，当葡萄园因牵手到落尾，甲葡萄园讲啥物？讲这个少年家，你带伊来，这个少年家，你咧答应这个少年家咧创造啊！当然葡萄园相信因牵手的话咯，所以掠约瑟坐，掠去坐脚骨。但是你注意，有一项我要结束的事，我要讲一下。当你甲我若行上帝内面，有时阵咱会拄到试探。但是拄着试探，会有外来攻击，咱无法当避免的是，你有法当闪一闪。但是第一重要，咱迄个内心的世界，咱为着敬畏上帝，咱就会赢过。靠着上帝恩典来爱上帝所爱，咱就有法当经过。但是经过了的时阵，唔通灰心。有时阵哦，咱会拄着艰苦的环境，唔通灰心，因为这个是啥物啊？这个经过了这个试炼以后，经过了试探以后，有时阵当然咱有拄到艰苦，对无？但是不要紧，这个是啥物？是真做咱的 stepping stone， 是一个垫脚石哈。过去我不好讲话，我甲唔是真讲个清楚，是变成啥物？垫脚石变成你搭起去 stepping stone， 让你爬搁较高个状态。这个唔是半脚石。不是 stumbling block， but a stepping stone。因为吼，约瑟当伊掠去坐脚骨以后，你看无偌久，上帝予伊伫遐，上帝又允甲伊同在，上帝又允伫迄个所在，施恩予伊，
伊做诶代志真拢顺利，但是你知影到落尾，伊帮诊疗即个酒精，埃及王法老诶酒精，甲伊诶县长解释伊诶帮，但是到落尾你看卖，互伊即个透过即个卡古诶经历，然后帮诊人诶经历，忠心军队上帝经历，但是落尾上帝互伊啥物？正做法老王诶宰相，你看着无？所以即个是 stepping stone。唔是 stumbling block， 所以当咱有时阵拄到试探的时阵，拄到艰苦，唔通惊，唔通灰心，咱干呐继续祈祷上帝，继续行煞。我甲你讲，这个过程啦，这个是过程啦，会带咱更加合上帝心意的境界，和上帝更加大大来用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伫今仔日，咱要杀个咩苦如思想的。就只有赢过试探呢。我分析一下，好无？第一，咱着清楚有一个观念，咱若伫主的内面，咱也有可能会拄到试探。毋通以为袂，因为咱若以为袂，咱会干呐？无警醒，咱会真过跋倒。咱以为袂时阵，一日若有拄到，咱就真灰心，咱就离开上帝，毋通。咱知影会发生，所以咱着备盘心，警醒面对所有诶物件。第二，当你甲我若拄着迄个外来，迄款用目睭讲话，用嘴讲话，然后用手咧讲话，然后毋通你犯罪。第一好诶方法是啥物？若我通避免，咱就避免迄个环境。第二，但是无法通避免，咱诶心中。一直以敬畏上帝做主，咱唔通做任何嘅代志得罪我嘅上帝。那安尼嘅时阵，咱会赢嘅。所以你看咪来了，可能会面对真侪艰苦，面对真侪危险，不要紧，咱敬畏上帝，咱走。虽然咱走了，咱会可能拄到代志哦，但是路要长，会记得，咱做了有时阵拄到无限顺境嘅时。唔通灰心，因为即款嘅物件是一个过程，是上帝予咱正做点，即 stepping stone， 当垫脚石，即 stepping stone， 予咱到到上帝国家，引传咱到远嘅境界，唔通予伊正做一半脚半脚石，予咱高咱跋倒，迄、那个真万事来解脱。好无兄弟姊妹，但愿你甲我，若伫一个试探啊试炼中间，靠神来赢过。三个祈祷，亲爱的天父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的大听，你的恩典，你让我们有法当在你的内面一座来敬拜你，主啊，我们会面对真侪无相款的试探，主啊，但是求你让我们有智慧，让我们在你的内面，让你来引传，我们就真侪人会赢过。但愿主你本身帮助我们，使我们好，让我们每一个人活出一个生命。来讨上帝欢喜，让阮的内心的世界常常在倚主做主，阮就当赢过所有的试探。使阮，让阮每一位奉主的名求，阿门。